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用两个电池和两个小灯泡组成一个串联电路，连接完成后发现这两个小灯泡都不发光，于是给每个小灯泡两端接一个电压表来测量，发现左边的电压表有读数，而右边的没有读数。那么请你告诉我，哪个小灯泡是坏的？由于左边的电压表里面有电流通过，能够驱动指针偏转，而右边的电压表没有读数，说明里面没有电流通过，所以右边的小灯泡是完好的，而左边的小灯泡是坏的。再来看一个问题，在一个水塘里，水面上漂浮着一只小船，小船上装着石头，当我们把小船上的石头都扔进水塘里，请问水塘的水面是升高还是降低？我们知道小船的浮力等于它排开水的体积，当石头被扔掉后，小船排开水的体积就会减少，所以水塘的水面会下降，而沉底的石头由于占据了空间又会让水面上升，但石头比水重，所以小船扔出石头后排开水的体积减少的较多，而石头排开水的体积增加的较少，所以水面是下降的。以上两个问题如果答错了，大多是因为思维定式造成的想当然的错误。由于我们对事物的认知习惯保持一种以既往经验和常识为参照系的思维框架，用这个框架来对照复杂的对象，就可能出现想当然的错误，这种错误有时是致命的。比如英国米德兰航空公司92号航班，一架崭新的波音737-400型客机从伦敦希斯罗机场起飞，飞往爱尔兰的贝尔法斯特，飞行途中左侧发动机风扇叶片突然损坏，引起机身强烈震动并出现烟雾，由于飞行员看不到发动机，根据仪表判断是左侧发动机异常，但进入驾驶舱的烟让飞行员犯了想当然的错误。由于以前的波音737客机客舱的增压引气都是通过右侧发动机的压气机引气口而来，因此机组根据经验认定是右侧发动机起火，烟雾从右发进入驾驶舱，但他们并不知道这架新型号飞机两台发动机都在同时向座舱引气。由于这个想当然的错误，驾驶员并没有关注仪表，而是依据经验判断将正常的右侧发动机关闭并增大左边发动机的推力，此时左发不堪重负，风扇叶片大面积破损，最终双发停车，在高速公路旁迫降时机尾触地后撞上路堤，断为三节，机上126人，其中47人遇难，导致这次空难的不仅是驾驶员，乘客也同样犯了想当然的错误。据生还者回忆，机身中部的乘客发现左侧发动机起火后右侧发动机被关闭，感觉十分诧异，但他们想当然地认为飞行员具有专业技能并经过专门训练，所以选择相信飞行员的处置，而没有任何人向机组报告正常的发动机被关闭。